回到安迪秀的好介绍。安迪秀今天要介绍什么呢？香茅柠檬冰水。然后呢，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安迪就准备100ml 的热水，然后呢把香茅头牌打一下，放下去泡一下，让它的味道出来，对吗？很香吗？嗅一下，香吗？给粉丝嗅一下，我给粉丝嗅一下啊，粉丝们来自己嗅一下，很香哦，我在旁边已经嗅到那个香茅的香气啊。100ml 的热水哦，然后呢放上一支的香茅拍打，然后放下去，然后给它浸泡一下，这个先放下去，然后我们先，对，我们先把这个冰哦放下去哦，不然冰就要融了，我们先放冰，然后跟这个热水放在一起，然后呢就是最重要呢，100ml 的热水呢泡上拍打后的香茅呢，给它浸泡一下子就可以了，味道就很香出来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切柠檬下去，对，安迪秀现在切柠檬，小心手哦，我们切柠檬，哇，切一片两片，放两片下去，好了，两片柠檬搞定了，哇，很香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放什么？蜜糖，放两茶匙的蜜糖，一茶匙。然后呢，两茶匙。对，两茶匙的蜜糖。然后呢，两茶匙的蜜糖呢，我们等一下就搅拌均匀一下。哇，妈咪那个味道不错哦。妈咪为什么会想到做这道，做这个香茅柠檬冰水给我们看呢？夏天热的时候解渴，很解渴哦。妈咪讲这个，妈咪讲我们去偷师。那天哦，他去吃一道点心哦，喝点到这杯水过后，他回来就念念不忘，然后特别自己回来自己研究 recipe。他讲这个很解渴，回来自己泡。哦，味道妈咪很像嘞，哇，有模有样的嘞。两片的这个柠檬要挤一下，妈咪挤一下，不错哦，很美嘞，这样子看旁边是很漂亮。然后香茅柠檬冰水，在家可以自己做。安迪先要剁一下，剁一下，给它的那个对柠檬的香气出来哦。如果呢喜欢很酸的话呢，你可以再加多一点点的柠檬汁，然后会更香。安迪试一下味道，安迪试一下味道啊，看味道好吗？可以吗？酸吗？够酸吗？不很酸，不很酸啊。如果呢喜欢酸的朋友们呢，还有粉丝们呢，可以加多一点柠檬汁哦。像安迪秀呢，等一下他一定不够的，他一定会再加柠檬汁下去。你可以把中间这些跟他剁，等下出来那个汁。我们一起给再加多两片啊，还有两片在那边。如果喜欢酸的朋友呢，像安迪这样子啊，可以加多两片柠檬。我们平时呢，怕太酸的朋友们呢，放两片柠檬呢，然后一支的香茅就好。香茅味道香吗？很香哦，味道来了哦。我刚才一放热水下去，我就嗅到那个香茅味哦，很香，好喝的香茅柠檬冰水，哇，解渴吗？不错。然后你们喜欢甜，自己再加蜜糖。对，然后你可以放多两片诶，那个柠檬，你不是很喜欢吃酸酸的？我是喜欢酸啊，再加多两片下去。越酸我不怕，安迪甜，安迪怕甜，所以所以我们是放了100ml 的热水，把这个香茅呢拍打过后呢，放入这个100ml 的热水里面呢浸泡一下子，然后呢，安迪秀呢就放切的两片的柠檬下去，然后呢再加冰。加我们的冰块，还有两茶匙的蜜糖，然后呢搅拌均匀就大功告成了。好喝吗？你差不多整杯要喝完了，妈咪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可以酸加柠檬哦，所以呢要甜加蜜糖，所以呢要冰加冰块。妈咪你有一个口诀嘞，喜欢酸加柠檬，喜欢甜加蜜糖，喜欢冰加冰块，喜欢香茅加香茅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的介绍呢，好介绍就到这里啦，让安迪秀给我们做他的招牌动作，拜拜，叮叮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安哦，拜拜。